凌晨十二点钟和有一户呢瓦斯爆炸，波及了十几户哦，其中有一户呢是慈济人，他及时出来呀，投入陪伴服务哈。上人就是教我们这样子嘛哈，我们家里是还好，大家平安就好了，身体各方面都没有受伤，那我们应该要出来关怀左右邻居嘛。慈济人尽关心我们家人，而我们这里的人也真的很有福报。紧接下来呢，就是慈济人的团队关怀，这也都是人与人之间在这个社会呢，不分你我，总是呢同心协力哈，那为所需要的人、平安的人，他们就是去帮助所需要的人。及时抚慰啦，他们的行动也很快，因为呢房屋的主人受伤送医啦，他也有到医院去做关怀的哦。那在嘉义呢也同样有一户人家火烧了，里面有一位三岁的男童受伤了，所以送医院啊，也是慈济人啊用心哦，赶快关怀这个家庭，同时呢也关怀这个男童哦，这也都是同样南北都是一样，慈济人啊在这样及时投入的。也看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妈妈，儿子呢在21年前的一场车祸，那个时候他连话都不会讲，坐也坐不下，没有办法坐，一坐下去就要好像要溜下去，都要绑着，绑着绑那个轮椅嘛。现在的妈妈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年纪也大了，孩子未来呢谁照顾啊？后来我就讲，啊，无你来，我很保证，吼，你要几点来，你要几工来，拢无要紧，你只要有来，啊，咱国财哦，爱出来行行看人，因为手我嘛爱复健嘛，那我说他来转转螺丝啊，拆拆东西啊，动一动。除了帮助以外，哈，那就是那鼓励伊，无要紧，爱行出来。从去年开始来到环保站呢，那每工呢？一抓都要40-50分钟，无啊紧吼，母子这样的走路啊，也算是复健吧。而且呢，慈济人这大家庭的关怀，让妈妈安心呐、啊，儿子有所依靠了吼，因为有这么多的大家庭的人呐、啊，可以帮助他，所以人人呐、啊、各有潜能呐、啊。虽然呢只剩一只手可以动作，可是呢他就是有潜能的。更不可思议的呢，那就是正月台中的委员呐、啊，他呢就是从921开始，他就已经投入了。一直到2007年正式受证啊，他的人生真的很坎坷了。不过呢，他很乐观。你看他的身材缩小花艺呢，没有跟一般人一样哈、哦。他因为呢，在读小学的时候有了玻璃娃娃的症状哈、哦，也容易呢骨折。但是呢，他求学的意志力也是不输于平常。虽然在国小的时候呢，几次的停好啊，几次的就学，一直都很有自卑感哦。
一直到中学的时候，有了同学呢，跟他打成一片，他才把他的自卑感呢释放了啦，就是打开心门哈，认真读书哦，一直到中学毕业，他还去职训所哈去学习一技之长，同时呢，二十出头他就到了台北呢去就业啦。啊，一切都是因缘呐，在那里呢认识了他的先生，啊，他的先生呢是一位纯烈哈，啊，可是呢两个人呐啊呢相喜相爱，就这样的结婚呐，也生了一个小女孩。哇，这个小女孩呢好可爱哦，啊，先生也很好啊，所以呢这一个小家庭啊就这样的过来，一直到了2007年他就受赠，他受赠呢活动不输于别人哦，他的会员也很多哦。有一次他的会员呐，就是也是他的朋友啦，打电话跟他诉说心灵的苦，也跟他说呢他要自杀。他在电话的这一边呢跟了他的朋友说，你要等我，等我，我让你去看你。所以呢他就骑车啊，就这样的去跟他的朋友聊天啊，说了很多很多的经历啊，辅导他的朋友啊，这就过啦。他呢手撑着哈，要站起来的这个时刻，突然间啪一下手骨断去啊。好，他的朋友呢吓到了啦，要赶快看医师。伊就安尼很自在笑笑的讲哦，不要紧啦，我定定咧当作习惯的啦，不要紧啦。所以呢，他一边说了，一边呢把他的这个外套脱起来，就这样的，把家己的手撇掉吼，那就安尼伊讲，安尼我会当转去啊啦。哎呀，安尼脚骨阁无好，啊，起码手阁剩一支会当。骑摩托车会危险吗？啊，我真习惯了，我天天嘛安尼，所以你安心啦，就这样了。20分的路啦，本来在咧骑车吼，竟然呐骑40-50分才到位啊，真正慢慢啊骑，等于到厝的吼，回到家啦，他的朋友电话来了，跟他说。啊，我看到你安尼哦，我真正真震撼啦！我家己足惭愧的啦，我要甲你讲，你安心，我无爱自杀啦。啊，你回完是安怎？你爱安尼这样心来关怀？因为他就是因为跟先生，然后吵架，想不开，想要自杀。安尼哦。然后我知道，赶快就过去陪他。啊，看你安尼。他后来因为我这样子之后，他说我要好好爱惜我自己的身体，我不再自杀了。所以那一次我值得手的骨折救了他，对，我一个人也救了他整个家庭，对，很感恩。其实这样我能救他，我很感恩。这都是呢分享人生路难走哈，真的人生的路很坎坷啦，那难走能走出去。这实在是不简单，老天爷给我这样，我反而能够说有一颗善良的心。如果说我今天不这样，或许我搞不好脾气很大，身体病痛之后才会让我懂得去感恩，懂得想说要多做一点事。觉得做环保很好哎，运动哎，每天跟朋友这样子做环保，很快乐啊。就是说，现在是个身体还能用，就赶快用啊！把握我的身体还能用，我就尽量赶快用。